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今天的题材呢是辣妹洗头。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阿姆 Barber Shop， 为什么我要来呢？你们真的很给力，你们超级会在留言区里留评论，然后帮我打分数哦。人气高的小姐姐呢，我就会再吵老板，赶快再让她出场一次。那今天到底又是哪一位小姐姐呢？我们一起来揭晓吧 ，Let's go！ 这里有 free drink 哎，等一下来拿一杯好了。哦，你好哦，你会说中文了，一点点。大家看一下他们的 menu。M， a light cut 纽空， a light cut 纽空，纽啊，马空，拱马。我拍这么多，第一次看到穿紧身裤的，有点 sexy 哦。紧身裙，紧身裙。之后真的爽到我没有办法说什么。
小姐姐按这么扎实，我都担心她会太累耶，真的很用心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她真的那个力气啊，没有再省的哦。她这样子，接下来还有继续工作吗？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有舒服呢？VM 而啦 ，VM 跟 J， 明呆 ，Yeah， 哦 ，Coconut， 哦，明呆个牛性格，写个歌 ，M 性格吗 ？M 性格18，18，18，对，水瓶座，性格板在这，这没有，没有啊，everyone 都没有，I don't believe 。哇！接住了好刚哥哥谁不给啊
好。哇，他凹得很高哎，哇，one more，four，啊，哇，六次，哎，鸡皮疙瘩，鸡皮疙瘩。谢谢，太舒服了。那这就是今天又再度在阿蒙 Barber Shop 的体验哦。今天又是专业级老师啦，我们赶紧来打分数吧。今天这位老师，我要怎么说呢？我按摩可不可以给到5.5分啊？我觉得可以爆表哎，我都怀疑他这样子按完到底有没有力气继续工作啊？真的要给5分啦！他真的洗头有超乎我的预期，真的也太舒服了吧！我。还是5分，你觉得话呢？采耳啊，剪指甲啊，刮胡子啊，还有整个互动啊，也都不错。
不过呢，好像跟另外一个小姐姐都差不多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给她4.5分好了。哇，差点大满贯啊！人气的部分呢，一样呢，就是拜托大家留言啦。如果分数高的话呢，我们再邀请她出来。那分数是1到5分哦。没想到近期老板推出的几位小姐姐真的是颜值加技术也好哦。哦，老板不错哦，有认真哦。强尼给你比个赞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大家拜拜。